你放我走那个枕头。好，你是怕被我关起来对不对？那我会把你关起来，但是你要不要过来跟我的话？好，应你左转校药的方式，应将自己的瘦肉身躯挤入娃娃机的取物口，直下流行的天竺鼠，车车抱枕，及玩具一盒，拨至取物口取走，讯后依窃盗案函送。妹妹，妈妈，小朋友跑出。